骑手小哥你好，记得把单子撕掉，爷爷会心疼我花钱。为你点赞。您好，您的肯德基炸鸡送到了。你呀，跟我一样，咱们都老了。我多点了一份餐，请帮我送给楼下华为阿姨，她冒雨工作很辛苦。这份温暖，一定送到。老规矩，来的时候一定要鬼鬼祟祟，千万不能让我爸发现我加餐。骑手经营模式一启动，请放心对接。肯德基宅急送，尽情送自在。